老人衰啊，一拍咗喺啲唔应该拍嘅地方。700块，哦，700块，谢谢。我觉得好似领奖咁。我第一次俾人罚钱，罚得咁开心。每日都有新鲜事发生嘅。你知唔知啲咩嚟咧？地下写啲字。地下呢几个字咧，就叫我咧去攞嘢啊！攞啲咩咧？就俾架拖走架车，红色线，阵间咧就唔见咗架车啦。我认衰啊，一拍咗喺啲唔应该拍嘅地方。我而家咧就要去攞车，咁罚几多钱咧？我都唔知。今日又学到嘢啦。我哋头先咧就买咗3000蚊嘢啦。咁佢打咗折俾我，咁啊呢个折咧应该抵消唔到呢个车啦，应该系咩啊？我老婆问我食唔食红豆饼，我而家觉得食龙眼都冇味，唔食。好耐冇搭到的士啦，今日咧有一个千载难逢嘅好机会，可以做下乘客嘅感觉，都几轻松。不过咧呢一程咧就相当之贵，几多钱咧真系好紧张，我真系呢几多钱咧开我罚单唔知开几多钱咧，真系好紧张我呢个真系。我谂拖拖车罚一罚款应该都2000蚊走唔甩啦嘛，咁2000蚊系一个 basic， 再向上调呢下，咁啊真系非常之刺激噶。买嗰阵时个心都啰啰挛嘅啦，我谂住阵间唔怕啦，阵间唔怕就阵间就唔见啊。嗱啲人啊，成日都话台湾啊慢活啊嘛，啲几高效率，我哋一阵间接出嚟之后唔见咗，效率非常之高，哇！真系呢个真系要赞叹下先真系。平时又唔见有拖车周街行嘅，个车突然间好似唔见咗，拖车咁快出现嘅吓，好嘢喎真系。我都觉得有阵时做下自己感觉咧系冇错嘅。咁当然唔好拍喺啲唔应该拍嘅地方，系更加唔会错。呢个我都明白，都做咗。嚟啦，嚟啦。哦，到啦，到啦，到啦。咦，原来咁嘅喎，好多车，好多车同你一齐喎，会唔会唔开心啊？咦，几好喎。我原先咧以为咧好多人陪我，成辣嘅车都俾人拖嘅。哦，原来唔系呢个停车场嚟嘅，咁啊而家我入去咧就受刑啦，睇下你打我几多大板啊，要几大只领车柱啊，要押金啊，由此门进入，哦，此门进入 ，OK OK， 好，好，你好，车，你有行照？什么行照？行照就是车子里有一张证件，绿色的，在车里面，那麻烦你去拿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好彩我摆喺里面啫，咁我又要攞啲资料先。佢幾好，我話俾我聽咧，呢度咧唔係機密嘅，所以咧都可以錄嘅。這個有黐牌一樣啊！我點知黐牌啊？3500啊！你有身份證嗎？有身份證。好，那就寫這個。OK， 同埋好效率，所以咧個道路咧就比較暢通。你唔拖咧，道路阻住咗嘛？仲喺度馬後炮，嘥鬼氣啦！梗係啦，唔好俾人學你咁衰嘛，阻住條路。咁你唔好以為咧我罰錢咧就好輕鬆喎，其實唔係因為輕鬆，我習慣咗。因为咧，你俾人罚款 ，total 罚咗几多？俾人罚咗好多钱已经，700块，哦，700块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好似领奖咁。我感觉上咧好似我攞奖咁。原先咧，我以为呢张系几千蚊嘅，佢咧就咧系600几蚊，哇，成个心咧好开心。我第一次俾人罚钱，罚得咁开心。但系咁嘅呢张咧。只是咧，我嚟攞車嘅啫，仲有一張罰單嘅，但係嗰張咧都係700蚊到啫，同你幾千蚊嘅感覺好差好遠喎，知唔知道？喂，真係，喂，佢停車300，港幣，300块，好，謝謝。哇，你剛剛繳700块的收據。佢好鬼温柔啊，令到我咧交罰款都覺得個心都好舒暢。謝謝你啊，謝謝。嗱，有一格啦，佢轉一下咧，有一格嚟咗啦，已經。原來就係呢架咁嘅拖車，我真係好少見佢，其實都警察嘅拖車嚟㗎，係。呢、這個啱啱新鮮鬼熱辣到咗啦嚇，你車主你嚟到認領翻啦嚇，用成架車嚟拖你，日日都係收你1000零蚊啊，真係抵到爛啦！頭先警察哥哥話，我第一次見到咧人咧俾人罰錢罰得咁開心，好計啊！喂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啊？我谂住我银包咧清仓，我谂住几千人啫嘛，佢同我1000零蚊，哇个落差几大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觉得呢张就攞奖嘅彩券。嗱，除咗呢张领奖券之外，你咪冇嘢攞到嘅，仲有一张咧咁靓嘅封条可以俾你带走。啊，1300一张嘅封条，其实有4张嘅。我搣烂啊，拧唔翻。佢原先咧系。
成條藍色嘅，一搣之後咧有啲字走翻出嚟嘅喎，佢會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封條咧都有機關嘅喎，你咁樣睇有冇冇嘢啊？搣個封條咧係咁樣嘅，未搣過係咁樣嘅，係咪？好似變魔術咁樣。嗱、啊、呢張我唔搣噶啦，已經，我就擺喺度嚟咧做裝飾嘅。好啦，可以走啦，嗨、啊，輕鬆。